你们见稻草呢？可以压他进去。他们的群，我被闪了。我们这肯定可以留着进攻用的。帮我看一下，我拉右下了。我看到那个人了，我看到那个人了，近点的。哦，丢雷。对，就近点右边。哎，踩不上去，我靠，太慢了。应该他跑了，烧到，倒，往前打，我往右边拉了，帮我看右边，帮我看右边，右边，等我到位，拿下，直接给他们，真的是。不认真跟他们打，真把自己当回事了。右边拉一个，我拉左边，你去左边吧。那我再进点。丢了第一颗雷，第一颗雷丢了。压了。我看他们爬回来。你帮他脸上，你帮他脸上。那个谁帮你看右手？OK，牛逼，可以拉。中间有一个，这里，啊，人补了，哎，有人在看你，压上来了。拿下。他们的圈还是一样，我去右下，你们先顶下近点，别让近点压过来。你们丢火那个地方有一个，这里，右下有吗？然后你们顶过去帮我看一下，我压到右边了。帮我看一下右边。你们头上踩我右边都踩着打我了，右边压两个，右边压两个，右边两个，右边两个，你们踩上来，不然我头上踩出来打我了。这压就可以直接给他集火雷。头上有脚步喊我。打头近点，就这近两个，往我这站，两个到这里，还有一个很难的，引你，可以，伸右边，用右边，牛逼。